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彩，差一点就是整个又要弄南半球了。今天我们要来干嘛？冬至要到了，那呢，基本上呢，台湾文化我比较不懂，可是呢，我们经纪人啊，这个冬至文化他可是厉害的，他上次带了一个咸汤圆到我家，哎，我知道。汤圆这种东西呢，大家觉得咸汤圆可能是邪教，我自己也这么认为。不过上次我吃了之后，我真的惊叹，我说 Oh my god， 台湾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跟传说的阿嬷来学做这个咸汤圆。这位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经纪人的妈妈，妈妈已经在做准备了。听说啊，咸汤圆是阿嬷的拿手绝活，我是个人觉得可以卖了，真的，你必须这辈子得吃过一次，真心跟你推荐。哎，阿嬷这个家是很像就是那种周楚的感觉。古色古香味，然后这种 table 就很像是，哎呀呀呀，就会有这个东西，就是好像就是过年的时候要把这个菜弄起来这样子，虽然我也不是很明白。然后这边就是阿嬷家就是会放这样，我来看一下，干嘛阿嬷？嘿，你主角呢？你女主角呢？哎呦，我没要啦，没啦，不要紧啦，喂，这就是我们的阿嬷，哇。听说阿嬷都已经准备好了哦。阿嬷这个咸汤圆呢，你是啥人给你教的？无啊，你家己学的哦。你看这条会晓？啊，这会啊，现在怎啊不错。认真也对。啊，困啊，一路啊，先来装嘛，哈。困啊，是啥阿嬷？粉啊，刚才那个那个。困啊。那个粉已经到，已经用好，因为就想说给你们拍一下说。从头到尾，所以说我全部带包先那个。好、哦、啊怎么变成这样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就知道了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知道。来，阿嬷这是先用那个面粉，嘿，安尼吼，用一丝啊，哈。我们这个是什么面粉？低筋、高筋、中筋？不是不是，这里在这里。哦，这不是哦，这个叫做糯米粉，这是糯米粉哦，不是面粉。用一些，然后再先给它煮熟哦，才来搓那个粉。这是安那？这就是我讲台语，这就是讲龟煲啊，哈。啊，这爱落去烂，爱落去烂，嘿，啊烂吼，可以变成它就爱安尼。哦，因为今麦看开，就捏呢，现在都是粉啊。然后阿嬷把它做成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。啊，这个而且可以煮啊。哦，可以煮啊。煮好熟啊。哦，再煮好熟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拿下去煮，阿嬷说要煮，虽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啊，因为我煮熟了不就会就变成食物，它就没办法包了吗？你现在这样子粉就不能包，就是要它熟。哦，熟的时候跟那个粉有没有一起下去搓搓揉？熟了一起搓。好，虽然我可能脑袋里面显不出这个画面，不过我们等一下就看阿嬷怎么做。相信很多观众现在就明白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！我现在就很像阿多啊在看秀这样。那这个差不多煮几分钟会熟？用看的。好，没关系，片师帮我们算一下好不好？那怎样看会觉得它熟？就这样。煮汤圆它会浮起来吗？哦，它也会浮起来啊。其实这种东西就它就是会浮起来。你看它这还是生的啊，然后它会有呈现说像类似这样的透明感。哦，透明感。可以的啦。啊，你刚没啥嘛？哎，我来垫晒啊。可以的，哎。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阿嬷说 OK， 应该就没问题啦。一个放一个就好。哦，这感觉阿嬷刚刚又捏了一下。阿嬷这汤多啊，你搁用水解？嘿嘿，用啊，即马就搁用这吼，安暖很嫩。这会暖。嘿。哦。可以用，这我不会。你不会？哦，这个要很大力吗？哎，你看妈妈已经把袖子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吗？那我先去洗手。把它们混在一起哦，对，它才会成团。这感觉很用力，所以每年的冬至都会有这个活动吗？对啊，因为阿嬷爱要吃，因为自己做的跟外面做的是不一样。自己做的馅料比较多，比较丰富。它要变成像是很麻吉的感觉吗？就是很黏的感觉。对，它煮起来就可以，就算可以算麻吉了。这个汤圆就是这。一家大小都会做吗？除了你以外，里面只有我跟阿嬷而已。哦，那你就是传人呢？那怎么办？没有，阿嬷不在，我是不会去做这个。阿嬷，
啊，你外口你敢有食过？别人的就无遐好食啊。别人的无遐好食。嘿啊，也是你无感觉。嗯，就是无感觉咧。有啦，伊的迄落粿敢那较无遐嫩，啊，我这粿敢那有较嫩。嘿，嗯，啊，里面的馅料也是。嘿，我刚发现阿嬷说啊，我都无感觉，可是她脸上有一，就是她旁边的气息有一点出来，就是她有骄傲的感觉。那是为什么？大家都有看到了吗？哇，她现在看起来就越来越软的感觉嘞。哇，用一点点这个比较。哦，一点点沙拉油。哎，比较不会黏。哦，让它顺，比较不会黏。嘿，因为它这样子要把这些有没有剩下的粉都要把它黏起来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阿嬷，这用手甲用迄机器敢敢无同？不一样。伊袂当用迄打面的机器改安尼用，对吧？你打面机器可以，但是你还是要搓，你还是要这样子搓一下，比较那个混合度的问题啦。啊，混合度的问题。可以，你可以搓看看。好，我可以搓看看了。对 ，OK， 就像洗衣服一样搓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其实很难。啊，我是台湾，好幸福啦！推出去。这样算推吗？嗯，推出去，这样有困谁吗？有，没办，没办，是不是？没办，没办。跟你说哦，我告诉你们，以后早餐搞不好什么时候我都会做这个了哦，赶紧搞啊 ！OK， 嗯，其实蛮累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大家好，辛苦了。对啦，为了我们影片的品质跟那个剪接师哦。可以快速剪辑啦，我们齁就是两点专业的做啦。你们两个磨的酷水真的差好多。啊，如果是台湾喝幸福的话，要差不多磨多久？人家说了三光嘛，对不对？三光知道吗？这个光，手也要光，面粉这个也要光。哦，所以面粉亮，等一下会跟它就是亮亮的。对，是亮亮的。哦，有哎，这面粉开始亮了，从刚刚到现在。因为刚才是粉，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把它的那个旁边外围的粉。点那个，各位观众，其实做台湾喝幸福没有很容易耶，就是你可能早餐种类有很多，譬如说今天婆婆想吃个 B 哥，你就必须啊要去做 B 哥。那如果你当阿多啊喝幸福的话，基本上就是 toast 啊 ，toast and coffee， 然后 bacon egg， 就这样啊，嗯，还有什么？顶多来个 pancake。好，来了哦，这是之前已经做好了，把它放下去。那它的亮度其实你看，就妈妈说的这个亮度跟这个亮度其实很相似的，所以。这个呢还不够亮，来吧，你就我坐在这里，来吧，你们加油，我帮你扶着。谢谢。那如果下面就是留言有超过十个订单的话，会接吗？哦，我要走了，阿妈我要走了，我要选班呢。哇，聊天室怎么办？那就你做喽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台湾喝幸福，没办哟。台湾喝幸福刚看到东西有炒好的，就所以他们之前已经把东西炒好了。也就是说，台湾喝幸福也是要熊班的哎。这样也要撸一阵子哎。对，这个是最麻烦。你知道你现在在旁边很像什么吗？什么？就是很像在那边掺一脚掺一脚，然后感觉自己也有参与，很累。我是有参与啊，你看我手是不是有证明？对，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妈妈怎么脸不红气不喘？欸，很累呢，很累，哦，比上班较忝呢。好，来这个妈妈说的手要光，有这边有亮光 ，OK， 皮要光，哇，然后这个这个也要光。阿妈，那今嘛这边冲啥？今嘛，嘿，两面爱包，爱包，好，我搞的。你包，该我看，啊，我就给你，我就学你包。啊，今嘛爱去擦啊。擦啊，是啊，擦草，擦地啊，擦擦皮啊，擦地吧，好，在行哎 ，OK，Let's go， 你教阿妈一起 ，Let's go， 哎，阿妈你给我闭点 ，Let's go， 好，我讲，哎 ，Let's go， 你给闭哦 ，Let's go。现在我们又来到厨房，妈妈这边说，阿妈公杯擦擦哎。一个酷水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如果专炒的，就把它炒熟，这个 OK 的。阿妈，你干杯菜，你安尼会休息？休息啊？哦，安怎会怎会啊？好啦。我就把它那个底啊煮到给它恰恰这样。台湾喝幸福必备，台湾喝幸福必备都是川酱煮饭，大家不用自己，只是说色色
用公公的部分吗？不是，不要说色用，是开心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大放送 ，OK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家的汤圆呢，它的特别在哪里？是它煮完吃下去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咸汤的皮其实就是很像马吉，可是它是会绵密牵的，就是马吉混合 cheese， 你们去想象一下。不要太大颗吧，不要太大颗，我喜欢吃小颗小颗的。安娜阿妈，手收哎。丢啊！好，盘嘞。我想一下收哎。阿妈，我这个觉得有点大颗呢。啊。我安尼干没事。这样可以啊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为什么你这么小？这粒啊，我这大粒对。啊，你就是用开伊的哇，哎，太薄。哈，那我再一次。哎，会破掉。中间要厚一点，两边薄一点，把它梳起来，它就粘在这边。好，不要太薄。阿嬷，这样子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你看多漂亮。啊呢，用啊呢，一个词。嗯。哦，熟贼。啊，怎么捏阿嬷？我已经迷路了。这样。哦。放起来。用啊，用这样，对吧？用一直给它削，一直给它削，对，一直给你削，对，削起来了。你也不要这样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再直接把它对着，对着把它捏起来就好。哦，就像包水饺那样。对，你这样子的时候，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搓圆。哦，这样子再挤圆。嗯，哦，这样子就好了。Do you wanna be a snowman？ 我很怕它炸出来。不会的。不会吗？哎，你看炸出来了，阿妈。你用心包。阿妈又炸出来了。阿妈还在这里做呢，阿妈怎么办啊？别闹了，干嘛？阿妈，来看我这一颗不得了了，来，先看，漂亮的哈。哦，来给妈妈先看一下这一颗有没有一点缺口都没有，不得了，对，不得了了 ，rose pick， 来看我们不得了，多棒！可是我们的大小哦，跟阿妈的大小是有差距的。但是我们虽然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品管很好，我们大小都是长一样哦。这更厉害，你都一样大啊！我的都是有阿公、有阿妈、有阿孙、有阿囝哦。嘿啦，阿妈这个是有故事的啦，说书人啦，阿妈天桥说书人有阿公、有阿孙、有阿爸、有阿囝哦。你看现在随随便便怎么用都是一个完美的球，真的是好棒了哦！对，真的哦，阿妈越来越棒，成功了，大成功。还是等一下我可以拿一小团回去，然后再一小坨，然后回去我就自己包一包。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这个人家来有没有？人家来家里，你就说，哎，我刚刚已经准备好，我先把它包起来。说啊，这全部都是你自己手工的吗？说那当然啦。然后人家就会吓到说，哈，你外国人会做这个，很厉害。这样子有没有？压一下就好了。OK。可以的，相信你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嗯，我是最棒的。对对对，好。没啦，安尼你学真紧啊啦。哦，赞啦，真紧就出师啊啦。啊，出师哦，还是以后这个我来扛，开一家店了。你会教别人扛？我会先教会大家，然后他们去做。阿妈好厉害啊 ！Perfect， perfect， 可以吗？我觉得应该可以，但是他这边我想问，这边这样是 OK 的吗？他那是 OK 的，只要他不跑出来，对，这样是 OK 吧？那就把它再挪远一点。对啊，拜拜拜拜，先把它弄热，先把它弄热。哦，阿内，对的，阿朵。哎，中间你就买下，而且薄。好，中间买回去。旁边呢？旁边它薄。嗯 ，OK。它就不会破掉。压一下，它比较不会跑掉。阿妈没有在让你哦，哇哇哇，热掉哦。哦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就等一下都回去用转剪接着就好了。哦，我们的节目都是很真实的啦。哦，阿妈也是很真实啊。等下帮我剪接起来。丢嘛，哦。阿妈已经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。
我也快好了。阿妈胜出。阿妈做几年了呢？嗯，啊，你才一天而已。阿妈，你干啥？还不到一天呢。啊，阿妈一个小时而已。对啊，阿妈那我走啊，紧。我这個跟那个音速小子差不多呢，你看，啊，多做一个好了。阿妈，慢慢来。阿妈，那我发抖啊。不是，重点是阿妈已经做这一排了 ，you know？ 我在做了六颗哦。阿那还好呢，不错了呢。不错了哈。哎。那这个水呢，基本上它并不是高汤，它是一般的自来水。那在一般的自来水情况下呢，基本上呢，它的咸味会冲淡。所以刚刚我们会加这么重的原因，是因为要形成一个自然的高汤，那它在里面就是是有味道的这样子。那平常在当然就不会加很多的盐或者是糖这样。就是，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木车，没有像你们年轻人要拿个时钟什么计时。那我想问妈妈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这个，其实我们是多此一举。如果我们这汤已经好，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汤圆直接放在我们的汤里面煮就好了，一样是熟啊？那个水会糊掉。所以这个等一下，其实它水会慢慢的就是越来越糊，它会比较浓啊，因为粉嘛。哦。为了保持我们汤的清度，我们必须把它分开煮，这样才专业。学会了吗？这样大家都可以当台湾后行读了，好不好？你越来越胖的感觉了，感觉好好粗哦。我应该有熟了。妈妈，好奇问一个，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小蜜蜂，你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吗？他就说他在做那个，我也不会讲，我不会讲，等一下给我网路的啦，网路的什么？网路的，网路的，那知道妈妈知道 YouTube 是什么吗？YouTube 吗？YouTube 知道啊，我知道，直播有直播有影片，有影片吗？他就是在做那个，那他做那个，妈妈知道他的职位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他是经纪人，你也都没有给我说啊，都没有说是不是？看台湾孩子比较少沟通，都没有说，我帮你说，就是要让家长知道，还不担心哦。他是做经纪人，哦，对，经纪人是要带谁？带我。还有在我们其他的艺人，然后呢，里面我们会有接一些工作哦，他会去就是跟厂商对谈，然后谈价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终于做完了这个。
下，我们就这样来试吃的。来，我们近一点看一下。哇，你看这圆圆满满的，看就知道是我包的吧。好烫。哇，你的感觉有看到吗？里面绵密，然后它的料味道很好，我觉得它的料味道真的非常香。然后它就有点弹性哈，有那种 cheese， 然后马蹄感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你要想打折，它其实味道就非常好。那我们今天应该算大成功吧？阿妈，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算大成功？阿嬤有欢喜无？有啊，有哦，欢喜对不？阿嬤，咱的比节大成功，耶！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大家拜拜。阿嬤没腰，啊，没腰，没腰，对呀，加锅酱。这样才对。带你哥这里包回去吃。你这时候又出现了。我感觉都上出来了。我想说包给他们吃，他们也会给我一些feedback， 你知道吗？会说啊，这个馅料可能比较少一点，会吃到皮比较多，但我明年就可以做得更好，对吧？对。好。你以后你要自己煮的哈，嗯，啊，煮你要自己煮的，啊，拿来给阿妈吃吃看哦。OK 啊，我等来阿妈这边煮啊。啊来阿妈这边煮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煮啊，一起煮才好玩嘛。冬至就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团圆才要吃这个汤圆，对吧？过节还会开心哎，他嘴狼哎，对了。